若一时金玉石舍等处，何况入门佛藏贵王善哉善哉，汝等其余言都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以高攀王帝是令为胡如所是。于是会中有一贵王名曰祖名，白佛言世尊，我本也愿祖也不认名生死世事，我皆住持在我本愿身与力，以此是众生不会我以知令生死去不得。何以故？是言菩提人出生之时，不论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曾以舍财自利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到安乐，离欲眷属，或以身下身无杀害，去诸贤为恭喜参谋，及光去眷属，应就是肉，可越玄关，能令子母不得安乐。何以故？是善男时有无数恶鬼，即王良尽美于是行邪，使我造灵舍在土地，灵气呵护子母，使灵安乐而得利。如是之人皆安乐故，便可摄佛大诸土地，方为杀害其去眷属。以是之故，凡养子受子母俱尊，有言菩提令命中人不闻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求善根，曾我立过誓言，菩提行善之人令命中同时已要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应皆亡人领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言：菩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生死昏迷，不变善恶，乃至眼耳根五千文，是诸眷属当须舍他供养，转读尊敬念佛。佛菩萨名号如是善愿，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是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他身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被人处，无见伤害之罪，小小恶业和多恶趣，这心机皆多。佛告诸名贵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此生世世如魔推世愿，众灵解脱，永得安乐。贵王白佛言：愿不忧虑，我必是心念念永不厌佛众生，生死世世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一生世世心受我欲，心不解脱或大利益。而是佛告地藏菩萨：是大贵王，主名者已曾敬拜千身作大贵王，一生世中拥护众生，是大师慈悲愿过现大贵身，是非贵也，却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皆名安乐。是皆名尽处，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贵王，其实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成佛名号名第九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言利益时，一生世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苦流到众生，言不思议，是情真事实，唯当所说无极涅槃时，如照彼时愿，无依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
中过去无量往生期间有佛出世毫无边身如来若有难自离的闻是佛名产生恭敬即得超越世世界生死中罪恶况所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或无量无边有余过去恒而沙界有佛出世毫不心如来若有难自离人闻是佛名一贪自心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有余过去有佛出世毫不脱陌生如来若有难自离人闻是佛名离于恶根世人当得千般生于流于天中何况此心成年有余过去不可说不可说生起皆有佛出世好事之后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于无量诸佛莫定受其有余过去有佛出世好去了生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知心忏离和佛赞叹世人于现界前佛会为大梵王得受上去有余过去有佛出世后毗婆室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而到长生人天受生妙乐有余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后报生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而到常在天上受生妙乐有余过去有佛出世毫报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深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有余过去无量而生起皆有佛出世毫袈裟创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有余过去有佛出世毫大通上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这世人得于恒河沙佛广为说法毗陈菩提有余过去有净月佛上王佛智胜佛净明王佛智成就佛故上佛妙胜佛妙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的生死世世只得大利终不多而道若有令命众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苟生念一佛名是命众人出见罪与业报等喜得消灭是无见罪随之即中恭敬一切了不得真是临命终是他人为其成念佛名于是最终一切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活佛无量灭无量罪地藏菩萨本愿尽全众力波利波提求和求和提陀罗尼地利和来地利尼尼地摩诃切地真林切地萨摩尼波利波提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和来地利尼尼地摩诃切地真林切地萨摩诃尼波利波提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和来地毗尼尼帝摩诃伽帝陈连伽帝萨婆诃。大众请起。普贤切我地藏宏刹三途流道
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礼拜88佛弘明宝忏，念佛绕佛护生暨甘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月15日星期六上午8点半，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欢迎提早填写。
达波罗门僧，若于垂下贫穷，乃至龙餐饮牙龙吃无摩，若是种种不安居者，是大国王等于不识时，若能去大慈悲下心含孝心受遍不是，或是人是软言为语，是国王等所获福利。若不是拜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和义故，愿是国王等于罪贫贱卑鄙不完居者，发达慈心是国福利。犹如是宝拜先生中常得其宝具足，何况一时受用不思议。若未来世有诸国王之波罗门等于波达斯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此应般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同得三界为地是神受生妙乐。如能以是布施佛力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世界中常为大法界王。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于现佛大妙，或至今将毁坏婆罗，乃能发心修布施国王等，或自应般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是皆愿是国王等，百千身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不是者，百千身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与他妙前发挥相信。如是是国王乃其众人亲称佛道，以是国宝无量无边佛是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即身称佛尼，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是一要，因是我居士令安乐。若是佛力最不思议，因百劫中常为尽去天竺，而百劫中常为流于天竺，毕竟成佛永不堕而道，乃至百千身中而不闻空生佛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人作如是布施，或佛无量更能回向，不闻多少毕竟成佛，何况十般转轮之宝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佛之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种种少善根毛发杀生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于佛之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佛形象菩萨形象彼此佛形象转轮王形象，不是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生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于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大乘经典或听闻以及
去法音中心赞叹恭敬不是供养使人获大国宝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其佛不可为于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与佛他是大圣经典信者不是供养赞礼赞叹恭敬而成如履故者或毁坏者修佛因力或多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世善终常为诸小国王但愿之人常为轮王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佛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作善根或不是供养或修不他思或壮丽经典乃至一毛一针一沙一滴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使人功德百千生中受善妙乐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光即三生受乐舍一得万宝是故地藏不是因缘即是如是地生无法比地是一二世间老地生白佛也是尊我从昔来暂时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语言如体有大因缘如文殊不懈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心度于六道祈愿上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皆殊如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土是诸佛坐起看世事中能说话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心想烧香供养赞礼赞叹世人具足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是以这土地丰饶而这家在永安善者先往圣殿死者先存一手无者所救随留者无随我在其者去好比土怕者土却恶梦求者出入生物死者多于生命是尊为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若能欲所诸处方便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不白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诸处有是经典及菩萨行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身力维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恨小恨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佛告诫老弟深入大圣地诸生少息何以故言佛土地悉毛如虎乃自草木沙石道马诸位古迷宝贝从天
而有戒因如理，有常称有地藏菩萨力，只是如此功德及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身。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是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时修行者，若以本身力而用护持护令一切灾害，岂不如一时者闻于耳？何况令受悲叹若多护持人，故以有十番眷属诸天眷属用护持人，何故得如是神仙用护皆有站立地藏行下及转读是本愿。经过自然毕竟处理苦海真涅槃的一世之苦的大用户见闻利益平地十二世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号相光，所谓百号相光大，百号相光瑞，号相光大瑞，号相光宇，号相光大宇，号相光子，号相光大子，号相光景，号相光大景，号相光彼，号相光大彼，号相光红，号相光大红，号相光绿，号相光大绿，号相光景，号相光大景，号相光景云，号相光大景云，号相光乾轮号光大乾轮号光，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光，日轮号光大日轮号光，月轮号光大月轮号光，宫殿号光大宫殿号光，海运号光大海运号光，玉帝为上方如是灯号相光，立出微妙意高出大众，天龙八部人类人等定我今日已逃离天宫，正阳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立一等是不思议，是超生因是成是地是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所思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左而起无归而长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过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生所有功德，即不思议为生之力。我闻世尊于十方无量诸佛以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起功德，又不能计想者有名世尊不告大众于尘扬地藏菩萨利益等是为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菩萨一世令天龙八部战力或护佛高观世音菩萨如意说破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若明者见若行者面目如者赞叹如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三生人天具寿妙乐因果，将受一佛受记如今具大慈悲怜悯。